全台黑心油事件越烧越烈，人们总是担心买不到健康安全的油，黑心油造成的伤害影响久远。这是的。有进程，是要我讲多少遍？这个这么简单的东西被你做成这样，这花了多少钱？拿去重写。是谁刚才调子的？哥，嗯，我刚刚做了一个好奇怪的梦，我梦到一个人超没素质。阿少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挑子啊？我们把它全部丢进去榨油不就好了？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我们草丁苦茶油追求是高品质的。虽然这样挑会让它产量比较少一点，比较花时间，但这样给客人的苦茶油才是最健康、最安全的。阿嬷有说过，我们做人吼也要跟做这个草丁苦茶油一样，用最好去呈现。嗯，还在干嘛？还不赶快回去重写？新的业界，由我开创。